海德堡，这是海德堡。现在我们所看到这个城堡，都是历代的这个诸侯国他们的这个国王啊，去自己那个阶段呢，所形成的啊。中间呢，因为经历过战乱的关系，那刚刚至少可以跟我讲过，特别是经历过的这个德法战争这第一次的这个奥尔良公爵派兵来要打这个海德堡，因为海德堡不同意他，就是所以等一下呢，我们会在这附近活动。那等一下下车的时候呢，先跟着我走，好，我们戴着耳机下来。Thank you.
内卡尔桥，海德堡的内卡尔桥。莱茵河的一个支流，莱茵河的四大支流是其中最大的。都不知道。
在桥塔的另外一头哈、哦，有一个女神，就是智慧女神哦，雅典娜。那在前面这个这一头呢哈、哦，有一个诸侯国哦，就是腓特烈大帝，好的一个雕像。